各位观众，怪机师 6.8 寸萤幕导播机要无线进去 OBS 的方法，先开好我们的 NDI， 开好直接按红色的键，再到 OBS 去设定。你可以用会议直接进去也可以，这只手机超级强大。好，按加，选择 NDI 授时，好了之后进去，你就会看到 local 这个机器了。那这个机器一旦进去之后呢，就会出现我们的画面 NDI 画面。那 NDI 画面出来之后呢，这是我们的手机，非常小的 delay， 很小的 delay， 小的不要不要的 delay， NDI 就这样子顺利的进去了。我们的安卓系统呢，除了5000毫安培长电量之外，大电量之外呢，可以长时间直播使用，那么也可以当无线摄影机使用，那也可以当导播机使用。它本身前镜头后镜头可以在我们的导播软体里头进行切换，字幕 logo VCR record 还支援30个平台的直播。这个 6.8 寸萤幕导播机，导播机萤幕呢 6.8 寸萤幕导播机电力充足，双镜头支援所有的导播机，也支援所有的截取卡，那么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它这个 NDI 功能和大家分享，直接就进去了，完全不用拉线，各位不用拉线。